你要蛋饺了吗？我就讲你嘛。哇！给蛋饺了，好吃哦。提前几箱的鸭脑身上，对对，就挺皮的。哎，哦，哇！哇！给你蛋饺了呢。哇，给鸭蛋饺够够一盖啊呢。伊今仔日第一点清呢，新的呢。好，喝甲甲连鞋啊，我都不爱。我这边先蒜末，带一半的葱花进来。 然后油温上来之后，你一定要爆到这个有香气的哦。这个时候你的豆酥再进来，哎呀，然后去晃动。主要是炒豆酥，那个豆酥啊，豆酥它会吸油，豆酥没有油它不酥。嗯，好，要记得它没有油它不酥。油量要抓对了。对对对，你看这样子进来有没有？对。好，在地方呢，才盛的油比较少一点。这里就把它放进来旁边煎。哇，用煎的。 啊，哇！今天真的学好多。然后放到旁边，让它熟，就让它散。啊，这边去炒。那这边你可以加点干辣椒，增加香气。我们在家里面不会把它那高的捞出来，所以刚才我做的方法。这样子你很好控制这个高本身的熟成度。嗯。哦。好，这边温度也上来了，再让它冷却一下。 这个市面上的豆酥，蒜酥，哦，市面上的蒜酥，它可能你需要油煸，它的香气会比较好。嗯，汤底这一部分还非常养眼。好，这就放进来。哇，太长了。好香哦。好，起锅前。奶油。再来奶油。哦，起锅哦，奶油才是这个时候放啊。对。哦，这个。我关掉。 好，这边要实香气而已。对。哎，陈哥怎样？好，这边就直接下。剁剁剁，剁剁剁。好，全下来之后，有一个东西很重要，就是糖。啊，好加一点。糖在不管说这道菜避风塘也好，或者是做于那些咸酥料的时候很重要。嗯。再来才是盐巴。 胡椒粉、干辣椒呢？干辣椒我刚下了，要去煸了。来，这个是我们刚刚自己煸的。哦，香哦！这个放进来，葱花儿放进来。哇！这可以点一点点的黑胡椒去提香。那香菜是摆哪一边呢？等一下，最后下。哦，也是在避风塘里面。啊，有时候香菜梗我们会下在这个里面。哦。 香菜梗，对，辣椒也是最后上进来而已，一样。然后把蟹头放到最上面。哦。把蟹头放到最上面。然后所以香菜就是只是，装饰用的。对。OK。 想吃的就掺着吃啊。哦，对，有人吃香菜，你像我们台南人就吃香菜的就比较少一点。哇。 好，好干爽，哇，好棒！这一道好想吃。这黑胡椒有点辣，嗯，胡椒够味，哦，蛮香的，味道重。辣辣，我觉得是还好，但是那就香了，口味重。是不是靠郎用那寿司去拌饭？啊？ 用这个蘸酱，那这个寿司去，通常拌面包，拌面包哈，啊，对，面包卡贼，多一点嘛。好，两道菜完成。黑胡椒螃蟹，黑胡椒奶油螃蟹，避风塘炒蟹。我们吃螃蟹喽！哇，先吃这个。啊，加螃蟹用气味的，吃螃蟹。 对吧？可以手夹了就可以。这螃蟹可能不用哎。哦，好香哦。打上面有油了哈。螃蟹肉好 juicy， 好棒啊！而且它不会油哎。嗯，厉害。哦，这个更大。油温这样。那大家就先吃陈哥的哦。我先吃我的。很 juicy 哦。嗯，也可以吗？这么好吃的。嗯。我来尝这个寿司的味道。不错。你炒的也很好啊。 嗯，它这个味道，姜的味道比较重。对呀、啊，我刚刚就好吃。你看，我哪卡好吃啊？不。
黑胡椒奶油螃蟹。哇，谢谢，自己来。嗯，这个味道很入味吧？蛮好吃的。然后再就这道就先放心吃他们的。嗯，好好吃，好入味。对，是你的衣服，阿丽爷。哎呀，蛋饺的话，我就讲了。哇！嗯，给蛋饺。哎呀，蛋饺的。好好吃哦，提前几箱的呀？那我剩啥？这挺贵的。哇！今天要蛋饺了呢。蛋饺搁讲一届啊呢，伊今仔日第一点清嘞，新的呢。好食，好食，甲连鞋啊我都不爱。来换他们的，哇，这个哦。我们这边的马铃薯你一定要吃，因为陈陈有炸过。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嗯。我觉得吃这个熬的肉是一个很奢侈的享受。两种螃蟹的个性完全不同。两边呈现，三边呈现的完全不一样。对，我们三边也完全不一样。三方完全不同。准备，一种螃蟹，两种料理。获胜的是一、二、三，准备。哇！我想问一下，这是我们一票都没有的意思吗？对，对不起啊，总结就好了。来，班主任你总结一下好不好？避风塘的部分，这边的整个，你看它的这个豆酥的颜色。是跟我比较接近，你还比我再深一点点，嗯，所以明显它控制的香气就会比较足，嗯，哦，那这边会比较淡一点点。黑胡椒这道，第一个颜色没它那么的鲜艳，嗯，哦，所以它这边的火候跟香气就炒的，其实它这个比较做的像南洋风味，嗯，哦，对，像南洋風味，我脑子想的都是南洋的，对对对，所以整个不管说酱汁巴附在上面啊，然后螃蟹肉的锁住它那个甜味啦，因为黑胡椒这个都会比较重酱汁，比较重的酱汁你必须要。有虾的甜味，有螃蟹的甜味去把它顶回来，那明显这边就整个就已经跑掉了，嗯，哦，比较像微菜，比较像微菜这样。恭喜陈陈队获胜！耶耶耶耶耶！